是要麦克风的录音。OK，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4:35左右。我等一下呢要去买一个只有凌晨才可以吃得到卤肉饭，就在我家附近。然后现在就慢慢的走过去吧，走吧。小姐大律师哦，摸一下那个，你看他晚上拍的很清楚。我们现在呢要走过去买我的卤肉饭，在我家附近，就早上还吃得到。有看到小姐挥个手吗？走走走走走。是一个点之后还有什么晚上的路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杯子好。还要汤吗？要不要灌碗汤？哦，看看看看，有那个巴掌。小鸟，刚刚我们是鸟，我不爱选择吧哦。你的眼黑皮加迄个黑，好玩的，哎。你看他的卤肉饭，不错。这个，嗯。我帮你进去。哇、哦，好冷啊！对，啊，明天，啊，你不要压下去，等下掉了。胸刮少一点。个肉粽都 OK 的，贡丸都很甜。站起来啊！你可不可以冲啊？阿兵哥要演戏诶，哎，他这样拍起来好稳哦，根本不用稳定器就很稳了。后夜晚比较漂亮。对。好高点，要去换。换什么？换零钱，还没投钱。没关系啊，明天再，明天再投好。走吧，你的卤肉饭已经买到了。
现在要回家了，现在早安，我摸你了吗？然后这样子比较方便录诶，出去外面这样就很方便。太亮了，因为那个夜拍的关系，你看很适合。那以后我就用这样夹着就好了啦。没有，我就这样夹着拍就好了，就还比较轻便一点。我再喝一点汤。啊？随便都可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家了。家拆开的时候，就这样子吧。今天的